なる日を大家好，欢迎收看不负责任热血君。时间先回到90年代前后，日本市场上掀起一股 SD 铠甲变身机器人拟人化的狂潮，有功夫猫党、疾风战士、霸王大戏龙骑士、 NG 骑士联盟，还有之前热血君制作过的桃太郎传说、魔神英雄传等等。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右上角或到影片播放清单中收看哦。今天要介绍一部很多七年级生的怨念以及童年回忆，超级剑豪传，也叫做机甲武士剑，日本于1990年到1991年期间放送，共50话，台湾是由有线电视中都卡通台所播放。故事设定为日本战国时期，在一个名为吉本国的国家中，有着人类和被称为机关人的超生命体共同存在的世界。主角以日本剑豪宫本武藏的传说为基础，加入其他日本历史中有名的武者，如佐佐木小次郎、柳生十兵卫、武藏方便庆等角色所构成的奇幻冒险故事。故事讲述正值日本战国乱世之时，吉本国中因为群雄割据而不断发生战乱，机关武者们也以胜利和光荣为目标，彼此展开较劲。在这些机关人中，有一位出生在中国地方的山区冈山宫本村的武藏，他不但是一位单纯天真的孩子王，更立志要成为天下无双的剑豪。于是他离开村子，展开修行之旅。在这趟旅程中，武藏借由许多朋友们的帮助下，悟出人生道理以及其建议，也让他随着每次的战斗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剑豪，完成独创的二天一流二刀流的故事。顺带一提，在故事中的小次郎虽然依旧带有佐佐木小次郎的基础设定，是剑术天才，喜爱用长刀竹竿的公子哥，但却有别于历史上没有成为武藏的死敌，反而跟武藏成为互相扶持的同伴，属性比较像贝吉塔。在超级剑豪传漫长的50集故事中，可分为四个篇章：武艺大会篇、诸国漫游篇、不知火一族篇、六道魔王篇。武艺大会篇也是本次主要介绍的篇章，讲述武藏从宫本村出发，踏上成为剑豪的旅程，在旅途中如何拜师学艺，结识小次郎、十兵卫等同伴，并成为莫逆之交的好友。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参加江户城所举办的武艺大会，阴错阳差之下，武藏还差点葬送了自己的老命呢。由于篇幅的关系，剩下的篇章以及武藏获得的神兵天空丸、天地丸、小次郎获得的神兵凤凰丸，还有玄德铠甲、关羽铠甲、张飞铠甲的故事内容，要是点阅率不错的话，就会继续介绍给大家哦。この番組は不负责任风动漫，不负责任热血君，へそくり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在战乱时还算和平的宫本村里，有个头部为铅筒构造的野孩子叫武藏。从小就是孤儿的他，以日本第一剑豪为人生目标，还常常在村中偷东西给孩子们吃，以及训练小孩们剑术。然而小小的宫本村里，武藏俨然已经没有对手，但孩子们认为武藏只是空有力量的蠢蛋而已。就在不爽的武藏与小孩们吵得不可开交时，武藏听到了青梅竹马小贺的求救声。为了救心爱的小贺，武藏因此跟牛打了起来，一番缠斗之下竟然把村子都毁了。最后还是靠着路过此地的小次郎拔起爱刀竹竿，轻松一挥便制服了牛，拯救武藏一命。但看在武藏的眼里，根本就是伤了他自认为武人的自尊。他非但不感激，还对小次郎一阵叫嚣。村长泽安以及赶来的村民们本想好好重罚武藏，但在小贺的求情下，只好对武藏略施小惩，将他挂在树上好几天。在这几天，武藏克服了心中的愤怒，得到了心理平静。看不下去的小贺则趁机偷偷将武藏救下来，协助他逃出宫本村。哪想到刚出村没多久的武藏却遇到了小次郎，武藏二话不说立马跟小次郎下战帖。想当然，以现在武藏的实力肯定不是小次郎的对手。小次郎轻松协议的挥砍三刀，便将武藏的木刀砍成四段。初次遭遇巨大挫败的武藏因此在桥上痛哭不已，将小次郎视为一生要超越的目标。武藏旅行到了冈谷城下町，遇到吉冈家道场分布出来的门徒正搭讪一位少女，于是他立马出手，三两下便打扁了这群恶徒。虽然此仗英雄救美赢得胜利，却反遭到场主吉冈青石郎带道场的人来给武藏围炉。可惜手上只有木刀的武藏很快就被青石郎的真刀给切成数段，更让刀背给击晕。这一切都被躲在暗处的小次郎看在眼里。然而就在武藏要被青石郎干掉之际，一位神秘人物补传师傅及时出现拯救武藏，更以惊人的体术徒手干倒吉冈道场所有人。
五藏见到卜船师父如此高强，因此心悦诚服向他拜师学艺。虽然卜船师父屡屡拒绝他，但五藏却不气馁的如同跟踪狂般跟到了卜船师父山顶上的住处，随即晕倒过去。可能五藏配音是野泽雅子的关系，因此继承了悟空食量惊人的特性，一下子就把卜船师父的米都给吃完了。卜船师父看在五藏这么诚心的份上，便开始对五藏倾囊相授，进行脱胎换骨的特训。五藏啊，要在剑术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心技体是缺一不可的，知道吗？看林老师的，我说饭免费供应，没说你这饭头可以吃到饱，还给林北睡大头觉啊。原先被卜船师父吊打的五藏，经过时间的淬炼下，也终于在冬季来临时成功击败了卜船师父。卜船师父认可五藏的实力，觉得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给他了，便要五藏朝京都出发，开始第二阶段剑之修业旅行。因为卜船师父觉得，要是再不赶走五藏，他就要被五藏惊人的食量给吃垮了。五藏前往京都路上，遇到一个库马的孩子找上他。这位老兄，能不能请你帮忙照顾个马？我快要闪尿了。骗笑耶，看你好手好脚的，肯定是想逃兵吧。别闹了啦，我快尿裤子了，得赶紧找个厕所，拜。哪想到马却被路过的卞庆看中，趁五藏不注意给顺手骑走了。为了要赔钱给孩子，五藏无奈之下只好到不远的五条城内打工赚钱，承接了顾小孩的工作。可这时却被路过的小次郎撞见，死命的跟踪他，想要确认其身份。未免自己狼狈样被撞见的五藏，不惜戴上面具也不愿让小次郎认出来，但这伪装未免也太烂了吧。眼睛狗丢拉阿爸的小次郎觉得认错人便不再纠缠，当然只有接一份打工是不够的。五藏更接下了清扫马厩、当稻草人、素食店销售以及工地打工等等。终于偿还欠款的五藏想拿剩下的钱去刀剑屋买刀，可惜这手头上微薄的收入也只能买把破刀充数。既然有了刀，五藏就想要报仇了。他向孩子打听卞庆的消息，其实卞庆在这里也算是名人，他常在夜晚城中的五条大桥上进行刀售，只要看上往来武士身上的太刀，便要求比武来抢刀。目前已收集了999把，于是五藏便在夜里的桥上主动找卞庆比划，可怎么砍都砍不中卞庆，焦急的他甚至把卜船师傅所教授的心法都忘光了，手持的破烂刀更在卞庆的名刀一击之下，刀身碎裂一地。出村后一连串惨败，让五藏灰心丧志，躺在大桥上。这时牛若丸却吹着笛出现了，他以大天狗传授的身轻如燕身法，以快打慢对卞庆猛攻，轻松的把卞庆给制服。卞庆输得心服口服，甘愿伴随牛若丸左右，成为他的家臣。看着高手们接二连三出现，五藏虽心有不甘，却燃起了熊熊斗志，希望有天能够超越他们。持续朝京都挺进的五藏，途中遇上想要推翻幕府的维新志士龙马。五藏跟龙马说明自己正在做剑的修行，龙马便吐槽他未来的世道将会是枪炮的时代，既然话不投机半句多。生气的五藏立马转身离去。来到宫古宫城的他碰到新撰组局长近藤，他想要捉拿企图颠覆宫古宫的龙马。不知人心险恶的五藏告知近藤刚刚遇到龙马的地点后，近藤便气冲冲的号令手下立马去逮捕龙马。不知闯下大祸的五藏认为龙马并不像近藤说的那样是坏人。然而五藏来到宫古宫的目的是来此地的吉冈道场找吉冈青十郎挑战，想要搬回冈古城被打败的耻辱。道场门生看不起五藏这种不知哪来的乡下穷鬼，当然是将他拒于门外。于是五藏只好假扮成卖鱼的鱼贩，从侧门偷偷混入了道场，趁买鱼的大妈不注意开溜。可五藏这超烂子骗得过小次郎的伪装，马上就被道场门生识破，把五藏交给了场主吉冈青十郎发落。五藏见到青十郎后，马上向他发起挑战。尽管弟弟反对，慎防五藏有诈，但青十郎觉得五藏不过就是之前的手下败将，不听弟弟警告答应比赛。于是道场决斗开始了。青十郎先以轻敌的心态面对五藏，更以轻浮的动作应付五藏来势汹汹的猛烈攻势。结果青十郎的木刀不仅被五藏打掉，还被五藏一棒打爆他的狗头。这下脸丢大的吉冈传七郎为了保住吉冈道场名声，决定要联合门生在此将五藏给干掉。五藏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赶紧开溜，让这群道场门生追杀到了桥上。好险这时龙马来替五藏解围，他随即掏出手枪阻止了吉冈道场众人后，立马抱着五藏跳船逃生。龙马带着五藏逃回自己家，他告诉五藏自己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富裕没有战争的新世界，还教导五藏为了尊严适时抵抗并不高明，逃跑也是一种策略，毕竟有命才能实现梦想。然而在龙马与五藏聊得正起劲时，龙马家却遭到了袭击，近藤与吉冈传七郎带着人马进来抓人。于是龙马赶紧掏出手枪射出烟雾弹，带五藏逃离战场，自己搭乘浴场的热气球逃走，与五藏就此道别。
一路逃命的武藏来到了刀剑之乡，可挨不过肚子饿的现实，还是到了一间团子店打工。而吉冈传七郎则是来到此地，找上传说中的铸剑师虎彻制作一把剑，但立马就被虎彻给拒绝了。正当武藏勤奋打工期间，被吉冈传七郎发现，率人到店里追杀武藏。没有真刀的武藏只好使出浑身解数，脚底抹油开溜。然而就在武藏从屋顶摔落街上，即将要死于吉冈一群人乱刀之下时，小次郎紧急丢出烟雾弹相救，将武藏带到了安全的地方。这次武藏却拉下脸向小次郎道谢，让小次郎有点压抑。然而和小次郎分别后，武藏却饿晕在路上，正巧被路过的小孩小太郎发现，相邀一起抓鱼。在抓鱼期间，武藏发现小太郎的父亲就是著名的铸剑师虎彻，于是他跟到了小太郎家，求他的父亲帮自己断刀。本来虎彻是拒绝的，但挨不过武藏死缠烂打，一哭二闹三上吊一整个晚上，并从他口中得知补传师傅武术的救急心法，不战而胜才是最高建议之下，武藏终于被虎彻认可，愿意替他断刀。因为虎彻不想让自己的刀成为别人的杀人工具，于是在虎彻与武藏不眠不休的断智淬炼下，属于武藏的两把刀终于诞生了。可这时虎彻的妻子却赶来向他们说，儿子小太郎被吉冈道场的人给抓走了。愤怒的武藏立即前往吉冈道场拯救小太郎。在虎彻的名刀加持下，武藏在与吉冈道场的人厮杀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无意间创出了二刀流的架势，轻松大败吉冈传七郎，救出小太郎与家人团聚。紧接着在旅途期间，四刀的武藏突然碰到名叫石兵卫的武者，拜他为师。于是两人结伴同行，来到了名叫宝藏院的山上，却因为石兵卫的教唆下，公然挑衅，踢倒了宝藏院的看板，被突然出现的宝藏院生兵团体出面围攻。但大意的武藏不慎踩到了崩塌岩壁，掉落到了山谷。好在石兵卫趁生兵们都离开后，赶紧放绳子到山谷将武藏救起。两人便直闯入宝藏院的寺庙中，向住持宝藏丸发起挑战。可在宝藏丸强劲且刁钻的大枪冲击下，武藏被打得节节败退，差点要被刺成串烧之际，石兵卫丢出扇子击中宝藏丸的头，阻止这场恶斗。宝藏丸看到石兵卫身上的家纹显然是警察署长的徽章，立马四项停止攻击，还故意输给恍神过来的武藏。原来石兵卫会突然向武藏拜师，是要利用他来调查宝藏院是否有密谋颠覆国家的举动，因为将军很在意此事情。武藏得知后并不以为意，还以石兵卫成为了好朋友。石兵卫随即告诉他，江户城不久后将会举办武艺大会，希望武藏能够前来参加。与石兵卫道别后的武藏，抵不过睡魔的召唤，在一处大树下睡着了。心爱的双刀被梅轩的弟妹们给干走，怒火中烧的武藏便一路追着偷刀贼来到一处村庄，正巧遇到梅轩提着镰刀出来阻止。武藏只好边逃边向梅轩解释，自己的刀是被孩子们给偷走了。既然误会解释清楚，正义感极强的梅轩随即冲回家里，向弟妹们说教，就算家里很穷，也不能做出不法的勾当。然而在梅轩准备要与弟妹一起以死谢罪之际，被武藏及时出面阻止。于是梅轩与武藏聊天中得知武藏是补传师傅的弟子，借此要求和武藏一决胜负。两人激斗之下，武藏总算靠真本事赢上了一回。梅轩更邀请武藏暂住他家一晚，更了解到梅轩的父母都在战乱中死亡，为了保护村民和弟妹，他自创了锁链镰刀战法，还知道梅轩也要参加江户城的武艺大会。在与梅轩以及其弟妹们告别后，武藏继续朝江户城挺进。路途中武藏看到了小次郎的背影，本想上前打招呼，没想到却认错人了。另一方面，充满煞气的伏部半藏终于登场，带领一群邪恶忍者军团在地底挖金矿，他目标为统治吉本国和全世界。死兵卫的手下们闯入半藏的基地，偷听到半藏邪恶的计划后，便将半藏阴谋写在纸条上，希望伙伴们能传达给死兵卫。可这位仁兄却不幸在逃离途中遭到毒手，其送信的信鸽却意外落到了赶往江户的武藏手上。武藏因此惹来杀身之祸，惨遭忍者军团追杀，一路逃到森林，甩开追兵的武藏来到寺庙里想要阅读信件时，刚好碰到路过此地的小次郎。两人阅读完信件内容，打算将信交给石兵卫处置时，追来的忍者军团立马将武藏生擒抓回基地，交由半藏实施酷刑拷问信件的下落。还好先前逃出来的小次郎总算够义气，混入忍者基地将武藏救下，两人便凭借着生平所学，面对来势汹汹前仆后继的忍者军团，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从半藏的眼皮底下顺利逃脱成功。可惜信件还是被半藏的猫头鹰给夺走了。两人逃到清水港后，武藏的中二病又开始犯了，先前九死一生的处境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他马上向小次郎发起挑战。小次郎为了治好武藏那秀逗的头脑，决定要给武藏一点颜色瞧瞧。就在双方准备开干时，名叫石松的男子现身劝架，不甘心被打断比武的武藏随即与石松肉搏扭打成一团，性格相同的两人就这样不打不相识。打完架后相约到茶水亭吃丸子，还结拜为兄弟。由于石松还有要事得办，吃完丸子便与武藏告别，哪想到其实是石松刻意要坑武藏，让武藏付餐费。就在武藏付不
出钱之际，隔壁的野武士却好心的替武藏结账，还带他到一处民房请武藏吃大餐。不知上了贼船的武藏正为饱餐一顿高兴不已时，雇用野武士的恶德商人却要武藏协助自己当打手，偿还吃霸王餐的恩情。武藏隔天便与野武士集团随恶德商人来到原野处，准备与对手为了清水港的利益开干之际，惊讶地发现恶德商人所说的坏蛋竟然是自己的拜把兄弟石松。得知石松一行人是为了平民不被恶德商人剥削而战后，武藏完全失去了战意，躲在石头边不想战斗。就在武藏被恶德商人雇用的野武士视为叛徒，准备要被干掉时，石松紧急出手将野武士砍杀，救出了武藏，却不幸被另一名野武士偷袭砍成了重伤。这下武藏终于发怒了，他立马拔刀狠下心杀了第一个人后，赶紧查看石松伤势。石松告诉武藏，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战场上，只要拔了刀就要有有死的觉悟，要是有丝毫迟疑，随时都会丢掉性命。石松用生命给武藏上了最后一堂课之后，便伤重离世。愤怒至极的武藏随即一拳敲倒了恶德商人，想要将他乱拳打死，却被石松的朋友给制止，并告诉武藏，就算打死他，石松也不会复活了。武藏安葬好自己的拜把兄弟后，随即收起眼泪，继续往江户城迈进。好不容易到达江户城的武藏，在晚间遇到了一名警察，正拿着死守挟持着一名叫福子的美女。武藏看到美女被欺负，不分青红皂白的想要英雄救美，将欺负福子的警察给打落护城河里。福子为了感谢武藏，便带他到面摊里吃拉面，还利用武藏的单纯欺骗武藏在一户商人家大黑屋外当把风，与盗贼集团抢夺了商家不少银两。另一方面，在警局内收到商家求救警铃的捕头前行，立刻率队前去逮捕盗贼集团。傻憨憨的武藏以为福子又被欺负，举起刀来袭警，协助福子与盗贼集团顺利逃走。前行者赶紧对武藏使出得意计金钱镖百连发攻击，制服了武藏，将其逮捕入狱。不过这绝招还真是花钱啊！直到第二天，武藏期盼已久的武艺大会终于开始了。正被关在大牢里焦急的武藏，尽管如何大吵大闹，也无法被释放参赛，可以说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而江户城办的天下一武艺大会预赛分为七个分馆，每个分馆的第一名可以到总馆参加最终决赛。身为这部动画的亲儿子小次郎，轻而易举的就拿到预赛胜利。前来替武藏加油的小贺与村长，却怎么也找不到武藏的踪影。在牢内得知小次郎为第一组冠军，准备参加决赛的武藏更是百感交集，嚎啕大哭。同为狱中的犯人对武藏非常同情，立马向前行请求，不如给武藏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前行早知武藏是个被利用的傻子，便同意给他机会带去犯罪现场查案。而两人在吃饭聊天中，武藏无意间想起了福子曾对他说过自己每天都会去两国屋吃荞麦面的事。前行得知这有利的线索后，拖着武藏飞快赶往两国屋，果真碰到福子正要用餐。但就在前行准备要将福子逮捕之际，学不乖的武藏又再次袭警，打算助其逃脱。这下前行真的生气了，这么善良的女孩怎么可能做坏事啊，你妈的武藏，我今天一定要将你们逮捕入狱，尝尝我的金钱镖。这次武藏拾起一旁的椅子，把所有金钱镖都给拦截下来。嘿嘿，你这个月的薪水都射光了，准备吃土吧，少得意，我还有私房钱呢。前行随即将肩膀上的巨型金币投向武藏，好险椅子挡住了攻势，偏离轨道，索性没有把武藏给砸死。福子看到武藏这么袒护自己，尚有一丝良知的他立即向前行自首，供出同党。前行也不再为难武藏，要他赶去参加武艺大会。没想到武藏到达会场时，大门已经生锁，报名早已截止。时间来到了大会第二天，武藏在前行招待下吃完大餐后，再次赶往会场，却被守卫们拦了下来。前行得知状况后，便赶紧帮助武藏混入会场。武藏还用计弄晕了正要参赛的武士，伪装成他参加比赛。没想到武藏的对手竟然是不久前交手过的梅轩。就在两人过招期间，梅轩先是识破武藏的伪装，被武藏弄晕的武士更前来指控武藏的暴行。这下武藏又被通气了，梅轩一时心急，将武藏甩出会场外助其逃脱。武藏便在警察的追赶下，最后躲在小船中顺着河流成功逃出江户城。不过就在武藏上岸时，正巧遇到一位少女千姬被流氓们调戏，眼见美女有难，武藏自然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三两下便将流氓们干倒在地。原来千姬是吉本国的统治者家康的孙女，她因为偷溜出去玩被流氓给盯上，千姬为了答谢武藏救命之恩，请他吃了一顿高级料理，还愿意协助武藏到总馆去看决赛。于是武藏便按照千姬要求，打扮成千姬的女性侍从，顺利混入了大会会场。可武藏看着死兵卫与近藤的精彩比赛太过痴迷，不慎跌落到比赛会场。
被在观众席上的家康一眼认出是扰乱会场的嫌犯，正准备要将其逮捕之际，史兵卫却跟主公家康请求要与武藏一战，并保证比赛绝对会非常精彩。于是特别赛便在家康的许可下展开。兴奋的武藏在与史兵卫激烈的比武中，尽速发挥他这一年剑术修行的成果。一旁的伙伴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家康更是拍手叫好。很可惜，武藏终究是实战经验不足，最终还是败给了史兵卫疾风怒逃的攻势之下。这场惊心动魄的比武夺得了在场观众热烈欢呼，但失落的武藏离开决赛会场时，却不慎被半藏率领的邪恶忍者军团给捕获，吸入了大量毒气晕倒过去。待武藏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发现半藏趁自己昏迷时在认罪死刑自白书画押了。另一方面，武艺大会总决赛史兵卫以些微的差距击败小四郎赢得冠军。就在家康准备颁奖给史兵卫时，千姬公主突然出现告诉家康，他看到武藏正被拖去刑场准备处决。史兵卫听到后立即向主公求情，他愿意以冠军的奖金换回武藏一命，因为武藏是一位出色的武术家，更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人。紧接着在武藏旅行中所有遇到的同伴们还有在场的观众求情之下，家康愿意撤销武藏的死刑。正当半藏兴高采烈准备要对武藏行刑之际，史兵卫率领着武藏之友团终于赶到刑场将武藏给救下。史兵卫更拿出大将军家康手谕命令半藏放人，半藏只好乖乖跪下听从命令。鬼门关走一遭的武藏顾不了颜面，随即抱着小次郎痛哭流涕，感谢大家友谊协助，但半藏不会就此罢手，前行则带着小贺与村长跟武藏会面，让小贺知道武藏一切平安。至此超级剑豪传第一章武艺大会篇就此完结，伴随而来的第二篇章诸国漫游篇则是武藏在千姬公主邀请下与小四郎一同成为他的护卫，一起踏上游历各国找女婿的旅程。那么今天的故事就介绍到这边，如果觉得热血君整理的不错，也可以点击影片右下角的超级感谢请热血君喝杯咖啡，最低只要30元哦。您的每一次超级感谢赞助与广告点阅都是团队们创作的动力，让频道可以走得更长久哦。